Doing crazy dreaming.
已经把 M 叉放在这两年，但我们确实是早就已经说弄好了，可是我们找不到他，因为已经后来有一次他来，我们就认不出他，因为他已经到今天的电话，这一台吗？对啊，他要改那个这样可以弹射的那个油箱盖，然后他把他喜欢的一个盖子装上来。他其实真的很难做，然后这台车之前是小陈拆的，可以分享一下，你觉得你拆的时候，这个车你有觉得怎么样？你有觉得很棒吗？哦，他觉得很棒，不是啊，我是没有觉得，我觉得就是很多螺丝，小螺丝很多，确实是。也是改车的一个部分，但是确实是比较复杂，因为它有一点是机械设计上弹射，然后弹射这个这样油箱盖，简单的一个动作，可是又要把它砍进去。干！完蛋了！你知道为什么是不能播放的？是吧？可以播放，不是恐怖的，哎，很像哎，我刚才以为是恐怖的。然后其他反。老板就等这句，然后别句，我这样很难分辨。刚只有这句最像，真假的？等一下是谁啊？休假我没有查，是吧？好，我们来点小争执啊，是小争执吗？应该不是吧？隔壁出现小，隔壁好像出现小争执状况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就是剧主要的画面，冲突的画面吗？刚有录到吗？啊有一点剧情式的那种，这一集需要一个点，还差一个点是什么？啊，是你们两个吵架的画面，但是不要太吵，不要太过，因为观众会觉得说这样很破坏的感觉，不用太吵。然后最后说 ending， 你们去骑个车 ，ending 的时候你们骑个车，然后缓和一下情绪。